哎，小杰。嗨，阿全，这么刚好坐同班飞机哦。是啊，我拄只看到一个长头鬃的美女，咻一声就通关啦。原来是你哦。因为摕晶片护照去倒位啊拢方便呐。你看，后面有这个标志，就是晶片护照。晶片内底有护照本人的资料跟影像，资料只要登记就无法度改啊。而且增加多重防伪设计，发行晶片护照嘛是咱得到150多个国家免签证，或者是落地签证待遇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所以护照一定要好好保管。嗯，而且晶片护照就亲像3C电子产品，应该避免放伫有磁性、高温、微波或者是静电的所在，嘛唔通去拗掉、戴掉。伫个护照的最后一页有详细说明哦。那呢，晶片护照要安怎申办？头一届申办，跟外发的规定无共款哦。哦，有啥物所在无共款？为着避免护照去互冒办，假使若是头一届申办护照，一定要本人亲身去申请。外发护照，就会用个委托代理人代办。外交部为着减少民众等待时间，为100年12月起提供网络预约申办护照服务哦。哦，感谢谢嘞。那呢，要安怎办嘞？你只要去外交部领务局网站，先完成线上填表，按照预约的时间，查你的身份证，甲应该准备的文件正本，去到现场报到，就会当办理。送件申办了后，4个工作日就会当领。足好诶，顺续找阮小弟做伙去，伊的护照碰见啊，讲要先借我的去用呢。将家己的护照交予别人，或者是谎报为实，予别人冒名使用，拢是触犯法律，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是罚金哦。是啊，我甲伊讲，护照袂当借予别人使用，爱伊马上去警察分局报案。嗯，无唔对，哦，对啦，假使报案了，如果找到，就袂当阁使用哦。啊，阮妈讲，伊的护照嘛得要到期啊。那呢，伫出国之前，你就要替检查一下。假使后期若无够6个月，一定要紧去申请新的，也阁有签证嘛要检查哦。OK， 也若无，到时阵伊就无法度参加因姊妹仔的摄影团啊。嗯，做伙享受晶片护照安全佮便利，行，登机哦。